好，咁再试多次先。咁既然有人，即系有人都讲明，即系既然唔系试一试，有人话叫，即系其实都叫我用啦，用手机试一试先嘅。咁我梗系用下手机试一试啦，咁样，咁就尽快啦，因为都差唔多要开 Winning Post 啦。嗱，都系嗰样时间地区问题。都系26.12喎，好难去到嗰个。而家第六名，争少少入到第五名。我就係唔明點樣先可以攞到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咧？咁點樣有啲咩巧妙呢？我真係要呢幾廿個幣，我真係要試一試，真係屌你！我橫掂都係嘢啦。我想講粗口。唔係多倫多咩？加拿大首都？哦，阿泰華得啦。哇！第三，終於攞第三出嚟。終於攞到值第三。第三有冇獎品嘅咧？第三會唔會？我乜撚嘢卡賴？27.36几啊！差啲。
好驚咯，第三次，仲第五我都想攞第二。好似真系廿六點九嘅一個極限咯，我感覺上係。廿一點我真係。哦，即係會隔幾日先可以分享到，如果唔係唔會我點數喎。好怕去到28秒台，不過這些其實真是我覺得就是多次，欸，系咯，咁样又，哎呀 ，sorry， 又系啦，隔几日因为佢有 apps 版本，应该会 OK 嘅。